表演的胡飞俊，还有吉祥物 Leo， 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那他们今天全员要为大家开球哦。那我们要邀请到的开球鼓手，就是最近透过特训日文突飞猛进的陈崇廷，欢迎崇廷。好，那呢，崇廷一个人要接胡飞俊所有人的球哦。那当然，首先要邀请第一位为我们开球的是 Amy Lu。